喜鹊喳喳叫，好事要来到。鸿雁传书喜上眉梢，请欣赏二重唱。远方书信乘风来，表演者朱宗祥老师和他的爱人刘桂兰老师。下个节目，葫芦丝请做准备。 喜鹊喳喳叫，我心烦，远方神仙乘风来。
Thank you.
非常感谢田老师的精彩演唱。一行行沾满小白杨，明月临灯照，树叶沙沙笑，苍老的琴弦凝深情，远处的毡房灯火亮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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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布拉的琴弦凝深情。远处的毡房灯火亮，
明之后唱晚风送花香，天催马蹄声，人间去远方，颐和的原野多美好，草原的儿女爱家乡，颐和的原野多美好，草原儿女爱家乡。
没听过。
身体健康，祖国万岁。感兴趣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可以然后留下咱们这儿的电话，然后到时候可以参加咱们书法班，是免费的。对，咱们书法班是免费的。我们三人走上台，台上说的三句半，拜拜。我们为啥站这里？四人站成一条线。今天任务很简单。还原。房屋装修换新燃，家电家具都齐全。客房管家勤服务。敲响一点。舒服。气候环境第一好。热带水果真不少，人人能活一百岁，都好。养生基地人开心，游山玩水一大群，山水名城风景棒。基地领导爱我们，冷暖时刻挂在心，嘘寒问暖像家人，耐心。有了椰风真热闹，退休老人有依靠，安享晚年享清福，安度晚年享清福，幸福。十九大精神指航程，椰风上下拧成绳，大国养老共同建，责任。说到这里算一段，演得不好多包涵，精彩节目在后面，接着看。我们这个椰风演的嘛，登上山顶，去
兄弟，我要对
节目，大家的大合唱，精彩不精彩啊？